带腿，自己爬嘞，我去，闭嘴，这个南瓜。嗨，我是豹子腿方长勇。不对，我不是，我是何特务。我们今天来到道奇球场，然后强迫了一个人穿巨人队的衣服。听说这个道奇队跟旧金山巨人是世仇，就跟洋基跟红袜一样的道理。所以今天我们何特务帮我准备的这一件 Posey Buster Posey， 我跟你讲啦，邓凯威的球队啦，没错，我就挺啦，挺台湾人，要不然你道奇签一个台湾人来啊，对不对？现在没有啊，说得过去，说得过去。我们今天来看看在道奇穿巨人会受到什么样的对待。你被打的话，我们绝对跑很远。你就是说保护我，保护啊，呼呼呼呼。不痛不痛，只要有人对你言语上的侮辱，或是肢体上的动作，我们绝对就让我们就认同认同。哦，我这个兵力量看吗？之前说过他们的属地主义非常的重，今天进去看看。我们今天买稍微便宜一点点的票，但是也不便宜。现在票多少？122，对不对？对，好像是不加停车费，停车费好像30块，900块的停车费。对，啊，你在干嘛？老东西啊，年纪大了比较容易喜欢看老东西。我们俩这样，我们你这样，大家都看。这一堆人都在看着别人，神经病。我们今天到球场，我们就呼，然后大家就会看，然后结果是绝杀。要不然等一下有我们实测一下，你等一下有一台车过来，就哦，看他会不会转头。我们三个，好不好？我们等一下试一下，好，三个，好，一起哦，三头爱，一二三这样子啊。我要喊，我要准备喽。好，好，一二三，呼。怎么？你在呼什么？怎么了？你刚阿贝，你刚看到什么？你是看到鬼了？怎么了？你真该看到天使。我看到我爸妈了。他先比，之后还补一个，他没反应。呜。哎呦，忘了补。今天有送摇头娃娃。对，今天有送礼物哦。所以今天抽奖吗？抽啊，两个摇头娃娃。好，抽两个摇头娃娃。那这件要不要抽掉？我们洛杉矶人不能留这个在家里。也顺便把这件抽掉。你怎样啊？小到没力。你怎样啊？重的笑穴，还好吗？呼吸，深呼吸。要叫救护车吗？要不然这个再笑来，一二三，呼。Crazy。救一下，救一下。怎样啊？哎、欸，我刚没拍到你，等一下下一个再走过来。啊，我没拍到啊！哎，我在这里等下一个人啊，我刚没拍到啊，球都不用看了。我不知道他在干嘛。要不然这几个人，这几个应该会理你。快点啊，科笑。有人终于有羞耻心了。安鸟威啊，他们都穿蓝色。有啦，后面有同胞，人家都没在怕的。你在怕什么？他们看起来比较凶，我看起来一点都不凶啊。你看前面也有。对啊，也是有穿。对啊，太担心。好，我们刚一进场，他就给我们今天送的 Kelly 的公仔。火爆男 Joe Kelly， 就是我们在小联盟的比赛看到的那一位投手。他有什么丰功伟业，我想大家一定都知道。不知道的话 ，YouTube 打 Joe Kelly 就知道了。你看他穿的还很流氓，有没有？还不是穿球衣哦，他穿皮衣呢。在这部影片的随时随地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说出关键词。有很多观众朋友都知道哦，片尾有抽奖，直接拉到片尾。你们片中都没有看，这样不及格。No， 我还发现有很多观众朋友，他连影片都不看，直接到留言区看大家都留什么。上一部刚好有一个人打方长勇的勇是永远的勇，没有言部，一大堆人直接复制贴上都打错的，这样抓不到。你只要错字，他一定扫不到。这个要跟大家说，好，走吧，去看看上名部吧。
刚我们后面的朋友，他是专门来收过这些娃娃，拿了一大袋，一个他跟我们收30块，也就是900块，所以他有900块的价值。他是收购出去卖，一定得卖个40、50甚至60。所以今天我们抽奖这个是很有价值的东西，抽给大家。我们进来球场里面了，这也是我的挑战开始了。今天是满场的状态，是啊。美国大联盟啊，我觉得他们有一个很好的优点是，在这种赛前，他们都会去介绍他们在小联盟的潜力新秀，球迷可以更去认识他们离大联盟比较近的球员，这对球队也是一个宣传，很棒。尤其是道奇啊。特别注重他们的农场，他们会这么强不是没有原因。对啊，你看他们是让小联盟得个人奖项的球员来大联盟领奖，现在在介绍各队球员。不吃啊，你不要开玩笑，我有买可乐，我不想要喝免费的可乐。有感受到现场的不一样吗？等一下看一下第一棒，听一下声音，准备介绍主场球员。总教练还好，声音不大声。第五棒、第六棒、第七棒，声音都还好。但到第八棒，哇，声音又回来了。道奇队刚拿下那个国联西区的冠军，今年一定有冠军赛可以打。季后赛，季后赛，季后赛，说错了，对不起。他们刚刚啊，道奇就主场的球队守备球员出来，一样有开放让小朋友进去跟他们做签名。他们直接冲出来，我觉得超棒的这样的行为，让小朋友也可以进入到大联盟的球场，而且跟选手要签名，有一个互动感。这个真的中华职棒可以的话可以学，我觉得这很棒。而且呢，他永远会记得他小时候有去这个球场，有跟这个球员要过球。那他长大之后是就会变成你的始终球迷。对，就会变成这一队的球迷。哎、欸，你要准备欢呼了。这里完全没有我的队友哎、欸，后面蓝海哎、欸，看一下我的 security， 是这种腰痛的啦，不然就是老的啦，老弱残兵。哎，干嘛啊？怎样啊？干嘛啊？你在说什么？比赛要开始，比赛开始。我不敢手举起来，吵死了！他应该一敲挥棒出去就要站起来了。双杀！你不是我啊！哎、欸，没错。这个真的很棒，他就是在观众席上放一颗类似气球的球类这样，然后让观众在那边打来打去。观众自己从家里带来的，然后在这边吹起来，是吗？我来看很多场都有哎、欸。哎，反正他们就是这样子在那边玩啊，那球掉下去了，刚刚就现场一阵嘘声，有没有听到？下面那一层我刚刚也看到一颗，很好玩哎。这个游戏是这样，你只要被安保人员拿到，安保人员就会戳破它，所以大家要尽力的不让这一颗球落入安保人员的手上，打到也不会痛，那大家可以有一个互动。到现在一楼还在玩，大家都没在看球了。对啊。哇！然后拍后面观众，起来起来起来！有伙伴，有伙伴，有伙伴，有伙伴！三秒钟掉，三秒钟掉。我只敢坐着，来网杀了，我来站。真的假的？你敢啊？换他。好，现在角色互换哦，突然变得很没种了。那个真的压力很重，全场一直都没声音，就你要自己一个人站起来，我实在没那个勇气。我看看他等一下怎么做。如果有下一次，等一下有全力打就不要走过来跟我拍照，就不要跟我嗨翻。哦，不不。你完全不敢看他。
你认识他、啊？这票谁买的？为什么中间隔一个人？对啊，奇怪，买错了。我觉得好丢脸，我要坐这边。跑者推进了啊、哦！现在安打得分圈哈、哦，连续两局啦，我惧哈、哦，压力最会抗哈、哦。那怎么没有进季后赛？因为实力不强，抗压性强，可是实力不强。来哦，来哦，要像个猴子一样哦。被拉掉了，多期待打出安打，又 lag 了，他刚要进手套才挥棒，球进了才在挥力气呢，这是全垒打的前兆，下一局再来。What happened？ 快腿，积极跑垒，我惧。积极一点啊，那个南瓜。我竟然被骂成南瓜，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被人家骂过南瓜。你刚闭嘴，这个南瓜。满垒哈，丢球。来见识我惧的抗压性。一咬三坏，压力很大哦。爷两人出局了啦。来了，好球来了，要把握住哦。来，好，真的好球。两好三坏啊、哦，满球数，二人出局，满垒。来见识见识，怎么叫做满贯炮？现场嗨起来！呀！被吓到的荧光棒，软掉的荧光棒，有没有看过荧光棒漏水？好疯哦！不过是很好玩的啦，真的。我们后面的球迷朋友也很配合。刚刚在玩这一颗球啊，就有人把球拿起来叫一人站起来，因为他穿的是旧金山巨人的衣服，他要丢他，就没丢到球掉下去了，结果被大家骂。现在是八局下半，3-0，道奇落后，一二垒有跑者 Mookie Bet 在打击。全场都站起来了。错对了，你不是荧光棒吗？关键时刻现在满垒，这就是棒球好看的地方。对对对对，哎呦，我们来看一下大联盟在这个时候会不会打哦？三坏球满垒，哇哦！就算是左打面对到下勾的投手，三坏球还是选择等待一颗，完全不被影响呢。球场哦，真的要穿对衣服啊！我的耳朵。比赛结束，旧金山巨人获胜，5-1，有够多全垒打。今天旧金山巨人的得分全部都全垒打。那今天我所看到他们的保安啊，刚数了一下，一边就有8个保安，里面外面都有。他们那些保安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在维持，不要让球迷朋友跳进去里面。那还有刚那个气球啊，那我觉得真的蛮好玩的，可以让球迷朋友有一些互动。如果被保安拿到那一个气球，他直接把它戳破，保安也不会主动去找那颗球，他不会，对，他就在旁边看而已。滚到我这里来，那我就把它戳破，不让你们玩这样。另类也是一个默契啦，但是它其实它会影响到球赛的进行。所以他今天本来是我穿的，但是我不敢像他那么疯，他真的太疯狂了。我觉得大家互相有礼貌就好。像我们后面这一群朋友，他们今天也是
这个算是善意，他们也是在玩，这是比较好的。会擦枪走火都是刻意的攻击，那当然有一些酒精的作祟，会让每个人的行为更加大胆，就会有一些冲突。那如果有冲突的话，在球场其实都非常多的保全人员都会直接带走。我觉得呢，非常好玩。对啊，真的来球场这样玩是非常好玩的。而且说实在的，美国人的好处啊，其实就是真的是很大方。大方，今天大家出来玩，大家一起玩，没什么关系，对不对？但我刚刚转起来，他们要拿海滩球砸我，我也给他砸，没关系，开心就好了。对，我支持我的球队，你支持你的球队，没什么关系。对，但是不要恶意的去针对人的攻击，这才是重要的。那今天也感谢何特务陪我们一起来看球赛。哎呦，忘记讲了，通关命了。哦，方长勇好帅，这样子对吗？我们抽一支给各位，那还有衣服跟另外一支就抽给我们的频道会员。哎，方长勇好帅，在。都没有我。要不然你要说什么？暴嫂好漂亮啊！暴嫂好漂亮，方少好帅没有喽。暴嫂好漂亮，在 YouTube 影片下方留言才有 ，FB 没有。跟大家说清楚，因为我们是用电脑的机器人抽奖的，所以字一定要对，要开小铃铛，要订阅，还要追踪我们 Instagram 和特务的 Instagram。到时候我要截图哦。中奖者，你知道你中奖，你就私讯脸书粉丝专页，把你的截图传给我们。对，那今天真的非常好玩，我已经没声音了。小影片欢迎订阅、赞、分享，并打开小铃铛。下次见，拜拜。